现在没有办法出国，海外刷卡消费比例大减，也让信用卡国际组织呢转移促销重心，首度把优惠改作大内宣，像是万事达卡就狂打国旅牌，不止配合买一送一的这个饭店呢、增加到19家，还纳入了露营场，而 JCB 呢则是端出5星饭店两人同行一人免费的优惠。闪烁的七彩灯饰在夜空中闪闪发光，东京街头弥漫着浓浓的耶诞气氛。每年12月是日本旅游旺季，现在疫情下无法出国，国人也只能在国内过过干瘾。疫情之下不能出国，民众只能到百货公司或在国内旅游消费刷刷卡，而现在信用卡公司也提出不同的策略，就是大打国旅牌。一场疫情直接打乱过去各银行冲刺海外消费的脚步，今年前10月信用卡刷卡金额约2.4兆，比去年少了约7.7%。而信用卡组织万事达改攻国旅市场，开第一枪，主打19家国内饭店住一送一，更加码用餐、高铁、租车优惠，而网购及外送平台等优惠也直接延续到明年。回馈的部分、积点的部分，就是年度可以兑换这样子。买工作用的东西吧，买了之后还会分红这样子。挑信用卡货比3家，而 JCB 也不遑多让，除了推出悠游联名卡10%回馈，也同样提供5星饭店、高尔夫球场和知名咖啡厅网购平台等优惠，希望拼出国内刷卡消费力。 Visa 及美国运通优惠也确定比照办理。我现在最常用当然是停车场，其他的如果有现金优惠，当然百货公司有那个点数什么什么什么。对，如果是现金回馈会比较吸引我在各方面使用上的话。看来疫情之下，信用卡组织也只能跟进国旅市场大内宣，就盼能把海外消费缺口补回来。东森财经新闻林茂山、刘子腾台北采访报道。